早前说要出席品牌早春秀，只见她身穿全白透视装，一出场就成为全场焦点。IU 之后也上传多张当天的美照，其中可以看到每次 IU 发文都会现身留言的 GOD 成员朴俊炯再度激动写下：“不愧是小朋友，身高看起来就像超过2公尺一样的外貌，虽然其实完全是小可爱妖精的尺寸，但看起来超高超长的帅气模特啊！”许多网友看到陈小凡直呼根本是大粉丝，真的很爱 IU。不过却有一名粉丝很酸，很丑陋大叔。而看到恶评的朴俊炯不但没生气，还幽默表示：“啊，那就穿上外套吧。”并附上一个流泪表情符号。朴俊炯疑似是将丑陋当作好冷来回答，直接让粉丝全笑翻，也大赞朴俊炯的机智反应啊！